我今天做了红烧大排面，汤面我怕坨，所以做了炒面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没事就好。不过你想这么周到，肯定会很好吃。你一定要记得吃，我还在里面放了别的东西，记得慢慢吃。 我今天下午有空，一起吃个饭不？陈欣，我今天下午有空，一起吃个饭不？陈欣不用工作啊？托你的福，一总安排了承接公差，我是奉旨来帮你庆生的。你怎么那么好啊？哎，你等一下，迪伦来电话了。你不是说今天刚到上海吗？一下飞机就给你打电话。哟，陈嘉欣，之前是我太小瞧你了哈。 你说什么呢？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。哎，你要不这样，他晚上一起吃饭呗，或者你们俩干脆直接约会到天明。放我鸽子也行。胡说！挂了。真可爱。你有毛病啊！好好做人不会啊？非要做鬼出来吓人？我是鬼，我看你心里才有鬼吧。给打电话怎么开心？嘉欣呀。 既然王旭都要见安娜，希望迪伦千万不要对嘉欣客气，要管要偏要抢，我都愿意当共犯。这什么共犯呢？一个是有夫之妇啊，一个是专门接近有夫之妇的男人。这俩人在一块过生日，你不但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制止，你还鼓励你还支持，你不是说神圣的婚姻守法是保护吗？你根本就是双重标准。王旭才是过错方，好吗？离婚协议就在那摆。 如果这个神圣的婚姻是以离婚为前提的，嘉欣当然有权去你自己的幸福。毕竟太子妃王熙浪费一段人生了，如果再错过一个好男人，就不知道等多久了。不是，你一开始答应了一总帮程嘉欣过生日了呀？不是，你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你有没有立场啊？你还 ？Of course， 我的立场就是嘉欣必须幸福。你如果替王熙打抱不平。 OK 呀，你让他不要去见安娜呀！我告诉你，像嘉欣那种处处把家庭、老公放在第一位的女人是好好珍惜的，都不懂，蠢货！哎呦，我有点心疼你，我跟你说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小心点，听没听到？一刀。 看，这呢是正人针对欧洲版的传承提出的配方调解方案。嗯，我今天给你答复，帮我把饭热一下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嗯，我说你打听嘉欣那个事儿怎么样了？呀，我给忘了。你给忘了？你说我不陪她过生日就算了，我连礼物也给忘了。你现在这样，马上给你的小女朋友打电话去陪嘉欣，还有把我的会挪到下午4点。哎呀！ 别打了，说说嘉欣现在跟迪伦正通电话呢，不方便吗？那你小女朋友呢？我不让她陪嘉欣吗？哎呀，你可别太指望她，她就是一个没立场的人，说不定她现在被迪伦买通了，正撮合迪伦和嘉欣呢。不过这事儿其实我仔细想了想，要是迪伦对蜗牛真的感兴趣，哎，不一定是坏事，这样等孩子生出来，蜗牛就不会馋你，对吧？我去热饭啊。不用了，不吃了，不想吃。 哎，这是什么呀？看都不用看，肯定是餐具，送你。哦，行吧。哎呀，那不吃了。